秉之慧者，多求于自苦。这样看来，倒是一语中的。我这微末的彻平之志，到底一无所成。志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和命运相比，人所能改变的事物又有几何？白姬，扪心自问，时至今日，你还有几成把握能够与天地决力？你们何德何能？严彦、华服、虎从的追随，这的确是我所追寻的乐趣。但是啊，就像你说的那样，不够，远远不够。我还没有见过比你们更特别的披布，还没有见过比廊丘更有趣的舞台。这场短暂盛宴的诸般乐趣，我还没有一一变成。你的邀请我接受了。生与死原本就只是虚无的一体两面，我所追求的并非死亡，而是灵魂的永恒安宁。只是在此之前，我还有些必须要做的事。我必须见证道路的终境，才能确信自己未曾行差踏错。我必须亲见死亡的真正面貌，才能明了死亡能带来什么。而后我会亲手消磨自己存在于世间的痕迹。既然我们的终局都是在罪恶中归于空无，那么将整片土地的罪疚加诸一人又有何妨？放手一搏吧，我将成为你的共犯。集体意志的代行者，这种复杂的事我还从来没有想过。我只知道两个人的智慧会强于一个人的智慧，两个人的力量会强于一个人的力量，大家在一起会变得更幸福，也会变得更强大。所以请让我们帮助你吧，这是大家的决定，也是我自己的愿望。灯就是我，我却不仅仅是灯。我不认为自己与那些未能幸存的同伴有什么区别，但既然我还有呼吸，就必须有所行动。你的提议我不感兴趣，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姑且还是同路人。我会成为你们的助力，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方式。灯不会消失，只要影子依旧存在，就还有人需要光明。拯救世界？我可不是什么正义的伙伴，这种充满道德感的理想不适合我。不过你延揽基数，分授厌恶之权，想来也不是为了什么所谓的理想。摇摇欲坠的全能与云集雾散的同伴，相当合宜的搭配，不是吗？既然接受了你的邀请，我承诺会不遗余力地协助你们降服影灾。但如果有朝一日这由虚焰所铸的平衡终究像碎裂的玻璃一般四散横飞，那么我也不介意将其中最为珍奇的残片纳入收藏。合作愉快，我的朋友。对不住啊，师父，受了你那么多教诲和关心，却还是没什么长进。但是我真的很开心你愿意邀请我成为七术之一，还不知道星之环会赋予我什么样的能力，说不准能让我变成无往不利的大英雄呢。没忍住又异想天开了。我也知道自己最大的特色恐怕就是平庸，穿上漂亮裙子也不像公主，就算是握着能变成英雄的法宝也还是凡人一个。但就算是这样，我也想要做些什么，至少能帮上你们一点忙也成啊。这里也是我的地盘啊，如果不能豁出十倍百倍的命去战斗，
如果不能保住狼丘，我就没有容身之处了。师父，有了星之环帮忙，我们一定会赢的，对吧？我们一定会赢的，是吗？天意从来不随人，但我等一路至此，也从不是为了顺天而行。志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纵天命不可违，这百年蹉跎，这无数次倒风饮血，也将为这一天撞出一道细细的裂痕。自复印失败以来，我等为逆天而行所犯下的罪疚，桩桩件件早已是罄竹难书。既然如此，再添一桩罪名又有何妨？飞蛾扑火，岂令焚身？无论命运将以何种姿态降临，我等七术均愿领受造神之罪。各位，塑形之一夜已完成，影中意志不久之后便会破壳而出，以有形之姿苏醒。届时悬于狼丘上空百年的虚焰空岛也将无法继续维持漂浮的状态，若是有人继续留在此地，恐怕也会受到波及。请各位随我换一处安全之所，再行商讨后续之事。好。无论影中意志化身为何种形貌，那都只是一道盛装意识的皮囊，也和此人本性如何毫无关系。咱明白，只是确实惊讶罢了。好了好了，继续在这里发呆可不是办法，赶紧动身吧。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琥珀街地势较高，足以规避影坛的震动，就去那里吧。嗯，咱也是这么想的。要是那影子里的家伙打算对普通人下手，咱们也来得及出手照应。正是如此。那你们还是要动作快点，经过刚才的仪式，各位过去通过虚焰获得的力量流失速度想必又加快了。师父，你们无妨，只要计划能顺利推进，这些细末之事不必在意。那倒是，对我来说流失术的力量反而就像解开缰绳，如果只是单纯的战斗，凭我一个也就足够了。哼。啊，瑟利姆小姐，用不用咱扶你一把？嗯，小雀子，你说什么？我刚才没有听清，再说一遍。没什么，您先请，您先请。哼。松雀姐姐，我有句话想和你说。嗯，怎么了，小萨拉？你不用为这件事感到介意。历史是一场只有宾客的盛会，它从来不会因一个人而改变，因此也不应该由一个人承担。死啦，这是瑟姐姐的想法，虽然瑟姐姐的潜意识说不可以把这些想法告诉任何人，但是我想现在的松雀姐姐一定非常需要这些话。嗯，谢谢你瑟拉，谢谢你们。寻梦者，我们走吧。大家要跟上啊。附近有波幻能反应，要小心了。多尼戈尔，他在干什么？多
多尼戈尔，别在这发呆了，快走吧，小心待会儿空岛落下来把你砸成狗饼干就不好了。哦，差点忘了，作为影子的造物，你的确不怕这个。多尼戈尔，你究竟在看什么啊？在找什么东西吗？影坛。影坛？那你看着天上做什么？影坛不是在我们的脚下吗？是啊，既然想要看影坛，就该到它的源流之处。多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之前没有意识到呢？你究竟在说什么？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了？我也听不懂，不如说他整只狗的表现都很奇怪。以地球的经验来说，这种小动物性情大变的状况往往是自然灾害的先兆。听不懂就一边去，别在这里胡乱解释，烦死了。哎，对，你们不是要当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吗？那就赶紧走吧。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总不会是打算临阵倒戈吧？倒戈？开什么玩笑，我和你们本来也不是同路人，白天才打过一架，这就忘了？老实讲，之前是被那套法器压制，我才不得不仰人鼻息。但是结束了仪式的现在，我自由了。知道什么是自由吗？无论我做什么想什么都和你们没有关系。这里风景好，哎，我就乐意待在这儿，懂了吗？去去去，别在这儿碍手碍脚。哎，你，哎，算了，希娜，他说的对，时间紧迫，正事要紧。走吧。早该这样，不送。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去的地方，我也并不例外。托尼戈尔这家伙真是气死人了，一股子把那条狗放着不管，没问题吗？没关系，就让他这样待着吧，他应该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举动。附近有波幻能反应，要小心了。一鼓作气出发。等等，你们看，纳迪亚正在接近目标。那是因为七树的力量被削弱，狼丘的灵恶石像开始不受控制了吗？无妨，这火焰意识与影中意志对抗的一环，先对付眼前的敌人吧，各中缘由待转移到安全之所。啊，小心，蓄能完毕，逃不掉你，在那别动，无私一走，你一起上吧，搭档，久等了，看到了，天罚时刻，一鼓作气出发。所以刚才就是空岛迎来了他注定的命运。
等情况平息下来，我们就返回影坛那边吗？不慌，我们还有时间布置战术。对影中意志而言，消解影球的屏障，彻底驾驭影坛的力量，这都不是瞬间能完成的事。别忘了，影坛中还存有殉死的余威，方才多尼戈尔不愿离开，多半也是与此有关。李托叔，李托斯特平生唯一的志愿，就是在临终之际扫尽生前身后的诸般臣子。可惜身为友人，这一愿望我终究无法帮他实现，甚至要在这百年后继续借用殉死残存的力量，才能争取一丝生机。李托斯特说曾说他无法真正死去。是啊，因为他所留下的尘埃，他的恐惧从来不曾真正消散。他以自身为己所供养的影坛，终究会化作牢笼将他囚困其中。百年之前他就已经知晓。师父，我不必伤怀，送去。除却自身的愿望，利托斯特殉身影坛本就是为了抑制影在蔓延，这一切因我而起，不是你们任何人的过错。当然话虽如此，我也并不为自己使用过黄道星之环而后悔。如果时间再次倒回当日，我依然会事登人身。不过既然事实证明连星之环也无力承受影子的本质，若我们此番能彻底终结影灾，倒也足以让人们忘记殉死的贡献。如此说来，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才第一次有了真正能实现他愿望的一个机会。嗯，好了，往日的追思并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关于可能来临的那场死斗，我们还是要做足准备。各位请随我来。要去哪里？必要的仪式感究竟应当齐备。伏击炮或许也只是一个盆景。我想诸位应该明白，我们潜在的敌人，他来自自然规律本身，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过能将他从一个暗处的无形之神转化成明处的有形之神。我等只是获得了弑神的舞台，其余一切此刻不过是空谈。所以我接下来想说的是，当我们计划杀死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什么？或者说，我们究竟是想杀死一位神，还是想消除一种权力？
这就是人类心中我的姿态吗？难道是因为和他相处了太长的时间？不过也不坏嘛。啊，真冷清啊，大家都去哪儿了？还以为会有一场十分盛大的欢迎仪式等着我呢。嗯，那是戈尔，是你啊？其他人难道说他们不愿相信尚未出生的我集体离开狼丘前去避难了？嗯，这可真是叫人伤心啊。不过没有关系，既然我出现在这里，狼丘便已无虞，你们都会从被影子所束缚的命运之中解放。怎么，你不感兴趣吗？哎，好吧，既然无人配合，这无趣的独角戏显然演不下去。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出现在这里的是你，这的确促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局面。既然与我出于同源，你想必已然感受到了我的本质。没错，我还是曾经的我，即便获得了这样一副外表，依然与曾经的我没有任何区别。人心本就不是会轻易随着身体变化的东西，为什么不说谎？想确认这一点，的确是你还留在这里的原因吧。想看看自己是不是也能换上一副可能性更棒的身体。现在你得到了答案，打算怎么做呢？难不成你试图与我为敌？我的同胞。嗨，哪能啊，这不是第一次见到您这么英勇的姿态，一时间看呆了吗？您看我现在要怎么称呼您？影之意志，万影之王，你神圣暗影皇帝，就像以前一样称我为爵吧。唯有对自身存在充满怀疑之辈，才会不断用名字矫饰自己的行为。而我狼丘的至高大能，无论使用什么名字和外貌，本质都没有任何变化。没错没错，简直太有道理了，金口玉言，振聋发聩。那个爵大人，爵姨，爵奶奶，您出货人身想必还不太适应吧？这种时候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可靠的向导和护卫，而在下就是您的不二之选。那咱们性质相同，经历相似，应当很有共同语言。况且我能文能武，既能帮您清除碍眼的障碍，又能陪您说话解闷。您看看，这算是苟且偷生，倒也在意料之中。你的自我介绍可疑到了极点，不过我的力量已经足够充沛，并没有收纳你这孱弱对象的必要。您这样强大的影子看不上我这种无名小卒也是理所应当，我可是一早就对您心悦诚服了，尤其是您偷袭封印我时的英姿，实在是让我难以忘怀。您看既然如此，就让我跟着您呗。你是去是留，怀揣着什么样的想法，我不清楚，也不在意。就等您这句话嘞。好了，无论如何，
我也该与自己的创造者们见上一面。你应该知道他们身在何处，带路吧。好说好说，不过我还有一点担心，我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带您回去，白吉他们定然不会让我好过。无妨，养殖场主倒也不需要过多考虑鸡鸭鹅猪的生活环境吧，我不介意让他们在各自的牢笼里再多待几个百年。哦，那就好那就好。白吉他们这时候应该还在琥珀街，不过倒也不能排除那个叫寻梦者的家伙啊。要不这样，您该走前面，小的断后，对付个把细皮嫩肉的欧夏人咱还是十拿九稳。随你便吧，我不介意。得嘞，这为您殿后的荣誉就交给我多尼戈尔吧。心浮气躁，这不好。我本以为你会深潜于我身边，静待时机。毕竟，在等待中学着放弃，才是更加成熟理性的选择。无论如何，现在的你并不能对我造成任何威胁。你这突兀的攻击，不，按照你自己的说法，应该叫偷袭吧。的确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从战术上讲，它甚至相当成功。不过你看，结果又有什么差别呢？耍帅的攻击当然要声势浩大，但是现在，我只要你的命。哦，会咬人的狗不叫，是吗？可惜，你已经开始叫了。总是讲求一些毫无意义的仪式，用以自我安慰和定义。单从这点来看，你倒是很像人类。是什么把你变成了这样？你的创造者吗？与你无关。我不理解，你应该能够感觉到我们之间实力的差距，即便如此依然要负隅顽抗吗？你想要战胜的究竟是我，还是比如说你的恐惧？真奇怪，你好像在压抑内心的恐惧。作为影的造物，恐惧难道不应该给予你更多力量吗？你所恐惧的究竟是什么？你所恐惧的根本就是你的存在本身，是你的创造者给予你的本能。真可笑啊，作为影子的造物，却真的成为了其他人的影子。闭嘴！无论如何，你的反抗就到此为止了，就此结束吧。我那力量的分叉，
你不会再感到恐惧了。原来如此，所以白吉先生的意思是，使用对方的全能与之交锋，不过是以卵击石。我们应该做的是想办法绕过影的全能，这样才能和敌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否则，我们仍然会被迫走上异类之谊的老路。也正因为如此，此时此刻，我需要借助欧夏的力量。陈学姐。狼球和欧夏同气连枝，帮助他们也正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了解你们的愿望，只不过虽然我可以同意你们加入七术的战斗，但作为数据研究所的代表，我不能立即为狼球投入更多的援助。陈学姐之前不是还说如果有必要就会和我们一起战斗吗？的确是这样，但既然白吉先生选择了在狼球制造一位神明，那么欧夏也必须做好准备，预防方方面面的冲击。更何况一旦影的全能彻底消失，海的侵蚀又会成为狼丘新的敌人，这方面的支援工作我们也必须早做打算。无妨，只是没想到陈雪小姐竟然已经开始为我们胜利之后的情况做打算了。凡事有备无患，更何况即使是令各位陷入困境的异类之疑，我相信白吉先生和松雀小姐也没有真正放弃这个手段。陈学姐，你的意思是？陈学姐的意思大约是，即使到了现在，咱的能力也还有可能是制约影中意志的一种手段。比如，如果他不听话，就威胁他要同归于尽。这应该没有什么用吧？如果是绝，他当然知道你是贪生怕死之辈。那倒未必，不过，此事确实不是我等应该优先探讨的对象。大家还是回到我们的作战方案上来。确实，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是无穷无尽。白吉先生，请布置具体的作战计划吧。至少陈学姐同意我们作为志愿者加入狼丘的战斗。可不止这样，我们还要为了松雀这个朋友而战呢，不是吗？希娜，别客气，我们只是想好人当到底而已，没什么特别的。身为女武神，我们参加过很多针对全能的模拟训练，与规则战斗我和克拉里有自己的优势。感谢各位。师傅你看，徒儿交到了一群顶好的朋友，这多出来的100年也不算虚度了。是啊，之前是在下轻慢了，我代表七术，代表整个狼丘，多谢各位的热忱相助。那么接下来，等等，是啊，你们是英雄，你们想找死就去死，为什么要连累我们这些普通人？索拉，松雀姐姐，我不想死，也不想孤独地活着。怎么回事？爱与之气呗。大家都去哪里了？不要抛弃我，不要留下我一个人。我们要消失了吗？请救救我，瑟拉佩姆大人，瑟拉佩姆大人。我不是的，我坏了，结合的力量正在迅速衰退，他的意识空间也……如果那个意识空间彻底消失，会发生什么？与瑟拉佩姆结合之人本该在100年前就已身陨，全靠结合之力，他们的意识才得以维持至今。一旦意识空间消失，那些灵魂将回归死亡，瑟拉佩姆也将回归独自一人。师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瑟拉好受一点？预谋其利，必成其害，这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也必须自己走完。瑟拉，好了，你哭什么？是他家，他家不要走，不要哭。
没有什么大家，我只看到了你在哭，痛苦的人，手足无措的人，害怕孤独的人，他们全都是你，也只能是你。你本来就要克服孤独。交给我吧。死了，他情况好些了吗？嗯，真奇怪，明明力量散失得越来越严重，状态反倒稳定了下来。因为他安抚了那些正在消散的灵魂。苏里姆，我没事，起码还有两片嘴唇，几根手指能动，都是全能反噬而已，死不了。就算是七窍流血，或者变成植物人，那也和死是两码事吧。好了，说正事，虽然无法保持结合的状态，但我仍然可以隐约感受到小斯拉的所思所想。大家不要担心，我会和大家一起直到最后。无论是怎样的孤独，哪怕这孤独叫做死亡。你看，即便没有任何力量，结合依然存在，小瑟拉依然会去拥抱恐惧，当然与我也是一样，只不过我更愿意意识它而已。即便形式不同，但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无论是否具备七术的异能，无论生存或死亡，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真正的贵族从生到死都要秉持优雅。行了，既然小瑟拉的力量也开始流失，那么他很可能已经醒来，还是去找白吉吧。接下来就是最后的决战了。作为瑟利姆努特里斯科的护从，你可没有打败仗的道理。还有小雀子，没事了，你走吧。没关系，斯里姆，咱明白你要说什么，放心吧，咱不会让你们蒙羞的。师父，我准备好了。看来决战已迫在眉睫。寻梦者，你们应当知晓，我曾以虚焰之计为每一位术都塑造了假身。事实上，在你的梦中，为了治疗希纳迪亚小姐的病症，我也为她制作了替代的假身。是有这件事。没错，在进行塑形之仪的时候，在下就已经收回了他们几位的假身，另作他用。当年整合影之全能失败后，为降低对影坛这个替代方案的负累，我们几人不得不相继沉眠，能够独立活动的时刻少之又少。然而这百年蹉跎并非毫无意义。百年之间，以这些假身为依托，我在自己所持有的星之环残片中注入了大量能量。事实上，此时此刻他已经恢复了自己作为黄道星之环的大部分力量。哦，百分之多少？约莫八成。那您要是想直接再来一遍自己当年做砸了的事，失败的概率只会更高啊。诚然如此。就不能和他爆了吗？莫要激动，沙弗莱小姐。而且我的作战计划也的确基于你的这种方法。先说结论，我的确需要各位协助松雀，利用星之环残片，再度重现当年整合起点的行动。我吗？嗯，你是远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方法，我稍后教你。而至于如何从外部促成这一点，
解决方才克拉丽小姐提出的质疑，就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一步。事实上，由于危机的存在，实际的情况远比所谓八成更糟。长久以来，无论是七树还是普通居民，都通过危机游虚化实，助引为物。此消彼长，来自虚空的事物早已遍布整个狼丘，这反而扩大了影中意志的支配范围。因此，如果我们只是躲在琥珀街，就想重现当年开天辟地的壮举，真正的成功率恐怕还不及一成。这，别急，白吉先生既然讲明了这些，想必已有应对之策。而这也正是我称其为决战的原因。是说我们必须狠狠地削弱敌人，这样才能提升整合起点的成功率？不错。也就是说，诸位虽然负债累累，但只要能把债权人给收拾了，也就无所谓欠债还钱一说。直白来说，的确，不如说塑形之仪最大的作用，就是给了我们收拾对方的一种可能性。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与拥有完整全能的敌人短兵相接。是的，想要让星之环残片也能发挥出十成乃至二十成的效果，需要满足相当苛刻的条件。首先，参战人员必须要与对手足够接近，通过短兵相接的方式消耗对方，就像刚才寻梦者说的那样，这将意味着与完全体的影中意志正面对抗。其次，我等还需要等待星之环残片进入与全能调谐的状态。此前诸位在七星镊上所见的异火，就是影之全能正在匹配环的证明。唯有七处异火全部亮起，星之环残片才能发挥出完全的力量。也就是说，要么我们需要等到这些火全都点起来再动手，要么我们就需要和敌人打消耗战。干等肯定不是办法吧，多少得做点什么。诚然，而你沙弗莱，你和松雀一样，在这个计划中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啊，我好像明白了，因为树的力量对这两位来说其实都算一种负面状态。希娜小姐果然聪慧过人，在七树当中，出淤泥而不染者唯有破气，能四两拨千斤者唯有七满。未完成塑形之仪，七树的原始力量已大不溃散，与影中意志交战的重任便只能拜托二位了。可是白吉先生，你难道打算用两位树的力量和一个很可能超越七树的存在打消耗战吗？是啊，我们难道就不算战斗力吗？各位好事心急，赫利亚小姐刚才分析得很好，以两树挑战七树当然难为长久之计，所以我希望来自世界之外的各位能否想方设法与我们的对手周旋，直到异火全现，星之环残片也完全就绪。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两张王牌就能在最合适的时间打出，获得最大的效果。也就是说，松雀他们算我们的总预备队，如果我们在战术上是负责佯攻，那应该现在就立刻出发，如果被敌人打进琥珀街来，局势可就相当被动了。雷厉风行是不错，不过寻梦者，整个欧夏都是你们的后盾，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勉强好吗？嗯，我明白。欧夏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如果局势的确无法收拾，我们还可以带领卫夏他们以数据之海为依托，和敌人长期周旋。虽然这样说对狼丘非常失礼，但对欧夏而言，这的确不是非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你的心意我们领了，只不过考虑到地球与所谓绿者的作战经验，这种靠机器人堆量的做法恐怕没有太大的战术意义。与其相信那些只会按部就班战斗的铁皮人，你倒不如多相信一点女武神的可能性。在地球上，我和赫利亚的那些前辈们可是用各种手法解决了全部的绿者，并最终跨越中烟成为了地球之神呢。原来你这么能说啊，克拉丽。我明白了，可能性的确是很神奇的东西，不过作为一种底线思维，我们还是会做好抛弃狼丘的准备，并安排救灾力量随时待命。白吉先生，这一点还望谅解。无妨，
此种安排也是应有之意。无论如何，容我先谢过各位。郎秋的未来就交到各位手上了。嗯，交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先出发了。稍后见，松雀，邓小姐也是。嗯。师父，在邓姐和咱出发之前，咱可以单独再请教你一件事吗？奇怪，那是条狗。如你所说，显而易见。不，我是说它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狗。的确，这里为什么会有普通的狗？别怕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你是从琥珀街出来以后迷路了吗？这里很危险，到你该去的地方吧。嗯，别担心，笼罩在狼丘上空的阴影也很快就要散去了。真奇怪，总觉得这条狗有种熟悉的感觉。外表也有点眼熟，它总不会是多尼戈尔的亲戚吧？假如他有亲戚，如果这就是你用来活跃气氛的笑话，那他还挺不好笑的。总不会一鼓作气出发。那是这是那个利托斯特的。这种插在地上的感觉简直就像生即为生，死即为死，生死之间原本泾渭分明，不可逾越，唯因危急的存在，让有与无、生与死的界限变得含混不清。然而如若已然灭却之物去而复返，它还会与旧日的真实一般无二吗？结束了。是啊，都结束了，已经够了，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就这样吧。为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力量差距，也应该知道无论怎样做都无法撼动我的存在，但你还是那样做了，就为了找死。怎么，我就是喜欢找死不行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要是看不惯我，你就找个地方弄死自己。来吧，按照你的规则，既然我已经向你许下了愿望，接下来该你做出答复了。好吧，如你所愿，你会化作我的养分，与我成为一体，你将会永远地活着并且死去。不久之后
你眼前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或者说大为不同。如同你所知道的那样，这里只有经由毁灭才有可能从废渊中升起，然后你才能死得其所。看到了吗，利托斯特，是我赢了。你的名字将被抹去，在这毁灭与新生交织的暗影中安息吧，利托斯特，这就是我对你的诅咒。真遗憾，多尼格尔，即便摒弃恐惧，你作为我之造物的本能依然无法剔除。我们之间的较量尚无定论，在此之前，世界的主人轮到我了。只剩下了武器，利托斯特，他究竟……利托斯特，他……正如当初所料，你的确可以被称为必将毁灭一切的事物。尽管于另一个我而言，这一切早已再无意义。即便死而复生，能人所不能，我也绝非你的敌手，甚至无力护得多尼戈尔周全。但正因不愿屈身于可行之事，又或阴行之事，恕才得以激流至今。总是以死之术，也当一以贯之。总是平生夙愿，将会因此幻灭无存。我们也必当远近于此缘起之地。你们来了，从多尼戈尔到利托斯特再到你们，真无趣啊。松雀呢？他不来吗？保持沉默吗？大家还真是无情啊，就没有考虑过我身为善神的可能性。如果刚才跑回琥珀街的那条狗就是被夺取了力量的多尼戈尔，那你也不可能是什么善神。不如说，作为由恐惧训练而成的人工智能，你要是本性与凡人无异，那才叫不可思议。这是否也算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们期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就会用你们设想的方式回报你们，就像一直以来那样。如果你们愿意付出真心拥抱我的存在，事情倒也未必要走到刀兵相见的一步吧。更何况就凭你们，又能在和我的战斗中坚持几个回合呢？说不定可以坚持一整天啊。既然期数无一在此，想必你们也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才亲临此地。但不生不灭的无相之相，它最不缺的恰恰就是时间，而我当然也很乐意亲见你们的终局。
有暗影织就的百年长夜，你们曾安然度过其间一瞬。恐惧，它之所以断之不绝，就是与自身对峙。正是因为人们深知，黑夜无穷无尽，我将如数奉还。走你！一起上吧，搭档。久等了，来吧，是吗？别！天罚时刻，时机正好，倒计时。作战不绝，他这是对抗，就是完美。既然见识过危急，何必这么惊讶呢？在狼丘之内，隐喻万物，随行复古。家族马力。火急造化，可成万物。来自星辰的脉冲，结交。你们可听过一个古老的传言？世人皆可一夜无眠，却无法一夜都不眨眼。而那些笼罩世间的魔物，正是生活在这避无可避的一瞬。逃不掉了。反而是为了不让你急于一时吧。虽然我们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但七丁的萤火不也只差一柱了吗？谢了，各位，咱们上吧。是。来真的。想将它立刻毁灭，在一无所有时，不惜借助任何力量，也要让自己认识狂欢；而在狂欢的尽头，又不惜借助任何力量，也要让自己重新一无所有，终将得以掌控。人类啊，还真是矛盾到让我难以理解。想将它立刻毁灭，在一无所有时，不
惜借助任何力量，也要让自己认识狂欢。久违了，父亲。而在狂欢的尽头，也不惜借助任何力量，也要让自己重新一无所有。人类啊，还真是矛盾到让我难以理解。时间到了，想好遗言了吗？太迟了。这场百年虚誓的代价，若想……当心啊，大姐！松去，你应该不能。哦，你的那位师傅让你专门带着他的厌恶来送死，看来他倒也很懂得等价交换。可就算是他亲身至此，又能有什么作为？轮到我了，急等。逃跑环节，到此结束。想好遗言了吗？回国恐惧，太迟了。
停！可惜，你们早就已经把整个世界抵押给了自己并不理解的存在。各位，就让这场庆典就此落幕吧。怎么？没关系，登姐，这里交给咱就好。咱们不是已经和师父商量好了吗？咱们不是原本就有必须这样才用得出的底牌吗？师父他老人家的绝招，所以放心就好。不，逃吧，宋雀，我们一起，就现在。哪能呢？咱得相信师父。再说了，咱还能逃到哪里去啊？而且登姐，他老人家也说了，这一次就让咱自己选吧。那个时候你们，难怪白吉没有自己来到这里，是因为他连性质怀疑。不，别这样，让你登姐再试一次，我能打到她的。我宋雀，宋雀。没事的啦，没事的啦，没事的。为什么不明白呢？世间最污浊的液体，在人们的耳边呢喃，是你们滋养了我，是你们赋予我权柄，是你们对我予取予求，始乱终弃，是你们忘记了等价交换才是世间永恒不变的真理。欢迎来到这边的世界。欢迎加入我的危机。啊，人类还真是麻烦呢，总想着不劳而获，为此不惜用自己的灵魂交易。狼丘用一方世界承担了全能的诅咒，为了不劳而获，为了逃避痛苦，所谓的期数偷换了概念，在泡沫中创造了一场持续百年的末日狂欢。
你瞧，多么简单而直白的欲望，贪图享乐便让他们享乐，畏惧死亡便不让他们死亡。但是很可惜，作为诅咒，影子的本质可是等价交换。在你们妄图无中生有的时候，泡沫破裂的种子就已经种下。这颗种子，它吸收着你们的恐惧，品尝着你们的傲慢，忍受着你们的无知，等待着你们的破灭。然后，它当然要连本带利，收回一切。百年前，这真是令人动情的一刻。不过很可惜，他们一人只为了自我满足，一人只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啊，这么说来，他们彼此对这份全能的渴望倒也殊途同归。与虎谋皮的勇气，或许的确值得夸赞。师父他们才不是！你还是别一厢情愿地陶醉于过去比较好，为我塑形的凡人。别忘了，你们的一切可都来自于我。如果不是我一时兴起回应了某个女人，你们早已是不值一提的坟中枯骨。要说你们当中有谁看穿了我的本质，还是非他们二人莫属。尽管其中的一人完全不清楚自己做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从摆脱了阿杰塔的那一刻起，在这狼丘，我已经达到了字面意义上的无所不能。难道说七术逐渐陷于沉睡也是因为……不，那只是因为你们太弱了，仅此而已。大家虽然把狼丘打造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却终究还是需要通过我来支配一切。而每经过一次危机，我的力量也都会更强大一分。既然如此，事情的结局究竟如何，还不够显而易见吗？你知道吗？和你一样，我发自内心地喜欢着这一切。这是一次普通的危机，是琥珀街上我们最熟悉的人间烟火。通过等价交换，你们早就成为了我的奴隶，明白了吗？无论你们忙碌什么，最终都会向我支付代价。我即是规则。是啊，规则是你本身，那么黄道的天罚也就为你量身定做。欲饮七术，归于一法。从小计，
我的合作者，你就把这个叫做天罚。你好像搞错了什么呢？咱可是欺瞒之术，一类之疑，倒也不需假手他人。面包没你的份儿！站住，小骗子！让他。咱记得，小时候咱可怕死了。就算加入了奇术，也不过是想讨口饭吃。只是，怎么说呢？师父，在登姐和咱出发之前，咱可以单独再请教你一件事吗？当然，我们去那边说吧。抱歉，沙弗莱，在下的徒儿看来还有一些私事。没事，你们聊吧。这里应当是个僻静之处，送去。你想对为师说什么？师父，你对寻梦者他们并没有把话说全，对吗？哎呀，真是的，您老人家干什么都是出类拔萃，却唯独不通这妄言扯谎的门道呢。倒是和咱一样。何解？师父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重新整合起点，说来容易，但哪怕有这百年来厌恶们积蓄的力量，哪怕到时登姐和咱大幅削弱了绝的化身，那也不能担保必定成功吧？毕竟师父您自己当年就玩脱了嘛。天罚若是不中，那也是命中如此。这可不对吧？如果当我们发现师父口中的天罚也不能保证将绝，将影中意志彻底消灭。又或者，如果登姐和咱根本就没法削弱他那个化身，如果事情变成了这样，咱们能想的法子倒也还有一个吧。宋雀，为师已下定决心放弃一类之疑，如今无论此番决战将迎来何种结果，我无怨无悔。其余诸术也是如此。师父或许可以意气用事，可是咱狼丘的百姓，那些无法前往欧夏的普通人，
他们真的也无怨无悔。师父刚才说要徒儿代替您去收官，言下之意难道不包括这些？不必担心，宋雪，有百年的时光，同根的友人和异乡来客助力，这一次我们定能浮出影灾。至于由你代表七术意识星之环残片一事，那纯粹是因为如同瑟拉佩姆和瑟利姆那样，自塑形之仪过后，为师的力量也在一刻不停地流失。与你不同，不久之后为师就将成为一介凡人，毫无特殊之处。师父，等等，这还是不对，万一呢？万一最后大家还是敌不过影中意志，难道咱们就一点后手也不留？如若事情真有差池，那便再寻对策。但影子可不会干等着咱们想法子对付他，不是吗？宋雀，师父，先前师父没有舍得动手，咱确实相当开心，毕竟谁不怕死呢？可是如果咱们真的失败了，而师父你因为怜惜咱的性命放弃了最后的必胜法门，如果结局就像寻梦者看见的那样，除了咱和少数人之外，狼丘所有的生命都要被影子吃掉。师父，你和其余的树真的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吗？你不感到害怕吗？师父，你忘了刚刚进行仪式的时候咱那副丢人现眼的样子啦。不过该怎么说呢，一回生两回熟，咱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大概只有之前的六成，三成左右。再说了，一雷之仪终究也只是保险，只要用师父的计策成功干掉影子，那咱就能活蹦乱跳的回来了。而且没什么，反正咱最喜欢大家，也最喜欢狼丘的烟火气了。为师明白了，就依你所言。师父，自这一刻起便由你来继承为师的衣钵，一切就都交付于你的手中了。这是七叔的全部加身，还有师父的星之环。玉影七叔归于一法，有了这套假身的伏笔，即便是只有你一人，也足以与过去的七术匹敌，重新驱动黄道星之环的方法也同样寓于其中。我原本只想将这套假身转交于你，但如今宋雀，我准许你在必要之时基于自己的判断，以你我两片星之环的残余发动一类之仪，结束关于影的一切。是，师父，希望咱没有能用到他的机会。师父，你干嘛这样盯着咱呀？咱这可不是突然逞能，说到底还是害怕没脸见家乡父老罢了。咱虽然那么怕死，可是这面子还是得要呢。为师只是在想，或许你确实是玉影七术在历经百年的绝望后最终寻觅到的希望，不是因为你作为术的特性，也不是因为异类之仪的不可替代，而是因为你作为一个人本身所拥有的强韧。啊，强韧？
师父你这话咱可就听不懂了。不管是灯姐还是主瑟利姆小姐都常说咱的身子骨软啪啪的啊，好像连多尼戈尔都觉得他比咱硬气呢。不，为师所说的强人并不是指无妨，那是你已然拥有之物，倒也无需为师多此一举相加阐释。或许不，还是不要说破比较吉利。嗯，没什么，时间紧迫，寻梦者他们早已出发，我们也不好让沙弗来久等。好，那咱这就和灯姐一起出发。对了师傅，嗯，等咱圆满完成任务回来之后，你可要带咱去琥珀街大玩特玩，驱逐了影灾之后，街上一定会举办前所未有的盛大庆典吧，咱可一定不能错过。好，一言为定。真的吗？那还得加上一顿大餐。你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咱好像就说过，咱可是相当喜欢烟火气呢。